翻点的位置。前面两点间距要小，这两个点的间距要大。这个收尾的时候，向右上方这个点不要写得太平，平了与右边的话相互冲突，横画相对要短一点。下面这个横要稍微长一点，竖画垂直，用垂落手。下面这个月不要写太宽，不上去。所以横笔整句，把下面的空间留出大一点，这宽窄就是变化，这边留出空间，这个横向右边的话稍微长一点。